佛教智慧故事，沙门救母。娘，娘，娘，母亲啊，你离开20多年了，真想见见你，不知你现在可好？是在天道、地狱，还是转生为人了呢？母亲，儿啊，母亲，儿啊，25年了，今日总算得以相见。母亲何以落得如此地步？啊，一言难尽啊。母亲，我们去那边找水喝。没用，娘喝不到啊。母亲，我背您去。母亲怎么连水都喝不到？难道你堕到恶鬼道了？儿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娘前世回人时有一年大旱。正午的，谁来敲门？慈悲的施主，能请您给我一点水喝吗？我自己都还没水喝呢，一口也不行。我还一滴呢。一滴也行。一滴也没有。去去去，到别的地方去要。太阳这么毒，再站一会儿我都要晕过去了。可有化解之法？有。请母亲快讲。你只要用瓶子盛满干净的水，水中插上一只杨柳，用你修习的功德力加持，再把这杨柳瓶中的水供养给众比丘饮用即可。南无喝罗哼那多罗耶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罗揭谛说婆罗耶，摩诃萨垂婆耶。儿啊，我好饿啊。母亲，你慢点吃。我的罪过到底有多重，竟然要遭受这样的报应？母亲啊，您在世为人，常与不懂礼法的人往来，愚昧不明事理，生性吝啬，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。珍重，快趁热吃，今天娘可捡大便宜了。你看这山芋多大，不知道哪个粗心的乱丢，让娘捡了便宜。娘，你不要总是贪图这些小利。你这小孩子懂什么啊，又不是偷来的。娘，我去看看。你谁呀？化缘的。化缘？化什么缘？你还不快走，我宁愿把饭菜倒掉，也不会给你们这些骗吃骗喝不做事的和尚吃。阿弥陀佛。
善哉善哉。你不给就对了，那些和尚就只会念经。可不是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给儿子做饭了。娘，你以后尽量远离那些愚昧的人吧，多亲近那些贤德之人。才读几本书就教训起娘来了，难道你还要把大饼给那老和尚吃吗？不怕挨饿吗？罚你一天不去吃饭。的确是这样，我没有智慧，现在才得到了这种恶报，痛苦难言。儿啊，救救我吧。母亲现在得到这样的恶果，为儿的要怎样才能帮您解脱呢？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，便可救我。珍重把麦首饰所得全部用来准备饮食、水果，以母亲的名字供养众比丘僧。儿啊，你代替我供养僧众的功德，已经让我解脱恶鬼道了，我已经可以享用水和食物了。如此甚好。阿弥陀佛，感谢诸佛菩萨慈悲救护，让我母亲离苦得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若能以饮食、卧具、医药等供养十方僧众，借此十方僧众精进共修之力，以及功德回向之力，能够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、六亲眷属皆得远离三恶道，现世父母及供养者本人长寿无病，昼夜吉祥，衣食自然具足，身心安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么